民冇參與騷亂，要求當局盡快放人。有學院就認為事件就是涉及少數嘅不法分子，對兩族日常嘅相處影響唔大。賽馬場附近的維吾爾族人聚居地，有婦女向我禽流感。哦，又腰斬咗，唔俾大陸嘅人睇新疆嘅新聞啊！而家係轉播緊喺大陸嘅電視，而家係香港電視新聞嚟。就應該戴上口罩。本來而家咧係播緊新疆嘅烏魯木齊新聞。大陸是新聞管制，不准看。